喂，喂，董事长，高雅文的手机啊有录音资料，我即马需要删除。好啊，删掉啊。好，我知影。甲侬传出去。是。小燕龙，你做这么一件歹代志，唔是为报应哦。我甲你讲，只是时机未到。 卖动作，别人拢唔知影，我一定找到证据的。小张，好，咱来走，甲班会。陶郎姐，我当时进来。你也来。妈。 公司出了什么代志？我那条被子讲，亚文过身啦，就是为亚文过身啦。所以，爸甲小赵，我都想出这个打击，找来公司第一乱。讲亚文的死，是我害。啊，真正不是讲亚文较好啊。 那会往生啦？这我变哪会知影？这就有可能是病医的疏失，嘛有可能是因为姚文家己身体有问题，还是其他原因啊？永和，姚文的死，跟你干有关系啊？妈，这都跟我无关系，为什么？ 你的高生皇赶快拢在咧怀疑我，我真正不是跟你解释过呀？现在你就是不相信我？我嘛是要相信你啊！啊，但是做这代志，那拄啊好啦。莫去讲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永啊，我是希望讲，你要做任何代志之前，你要先受到预期。伊替你付出这么多。 伊嘛是希望你，你会当好好做人啊！莫去讲阮妈，伊有我付出，我拢知影，我拢了解啊。这我嘛爱提醒你啊，尤其为着你承担一切，伊都是要爱你，互你一个悔改机会。你千万唔通讲一错再错啦！你到底是想要讲啥？你个想要讲大姐代志是无？唔是啦，你嘛听我讲，这件代志。 都已经结案了，我妈妈已经过身了，这代志永远都无法度翻案了。你干什么人讲都无效啊！永和，我嘛是你妈妈呢，我安尼讲你，是为你好，敢讲我会害你哦？妈，是对的，我今下我不是条哥，要让你受气啊。 实在是因为姚文的死，我心情嘛足歹，所以妈你莫生气好不好？永安那边个安尼，我得要想办法，让永安回头，袂当回路行路偏，安那无，到尾啊，伊绝对会行到绝路。拄则你冇看到啊？ 高生凡甲小张走来公司才伫咧乱，我真正好啦，永儿，你今心情无好，我先等你，等你心情好的时阵，你再来找我，哦。好，我送你出去。唔免啦，公司还有代志，我家己走路就好，哦。
小姐会关心，那是怕输的哦。你看阿边的火龙花几年啊？那怕输哦，这个罪刑期是5年以上、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瞎毁啊！如果你愿意放弃自我监护权，我就可以说服记者私底下跟阿笨和解，这样法官自然就会轻判。这是我的后生，这是我的恩师，我是要怎做做算对？你平安回来就够浪漫。缺少的那一半，完成我的那一半，不怕明天的世界会变成怎样。好好经营你的婚姻，以后大家看，爸爸相信你跟阿边，一定会幸福美满。多谢你，万一好明明给我啊。我一定用我的专业，我要照顾明明，让伊幸福，请你放心。我有你放在心上，生命就有了重量，风马也不会飘荡。一起看海枯石烂，一起等地老天荒，慢慢爱，不慌不忙。我跟阿边。真正是经过足侪考验，真无简单才当做阿母的。就算真海枯石烂，就算一地老天荒，还相爱就没遗憾。天要更更宽，天天想到地也高，你是我。苗文来当海创敌人，竟然叫我做这款选择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才当维持这个家的完整？昨暗入去，到即马无看出来啊！
妈，来，你妙，你不要像盈利啊，你不懂。啊，好啊，这是志伟啦。明啊，妈妈知影讲哦，即马叫你做这个决定，你一定做艰苦做为难的，是讲代志都到这，无论你要安怎做啊，我甲恁爸吼拢会支持你。 爸，我来。伯父伯母，怎么样？你们决定好了没有？你们是要放弃自我监护权？ 还是让吕元彬被关了、啊。志豪，你他们明明已经把志伟行李收好了啦。志伟人呢？他里面睡觉吗？小鱼，去把孩子带出来啊。 明明，小诺，志伟，你是不是被我公找到？我跟我公，我会答应你的要求。 我替志伟看盈利，是想要带伊倒去我后头厝住。因为刷落来，我要专心替我阿公生拍官司，我无法度好好照顾志伟。明明，你确定吗？你要为了志伟监护权，放弃阿斌的自由吗？明明，刚讲你暂时为着志伟，无要搁变个啊。对啦，明明啊，那你唔当安尼做啦。 刚刚哦，你要看阿斌继续伫个关系哦。爸，无可能有节奏妈妈的，下趟风格家己囡仔的。志伟是我的囡仔，我要用我的性命保护伊。我相信阿斌一定要了解我的做法的。所以，所以你连老公死活都不管了是吗？阿斌说没有打伤那个记者，他就一定没有打。而且我相信司法，所以我会还阿斌清白。 明明，你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天真呢，已经罪证确凿了，你还相信阿斌是清白的、啊？好，你们就等着，看他被判刑吧。明明，你安尼做吼，根本就是咧意气用事。你若无想讲，妈阿斌安尼关咧内底失去自由，迄日子足艰苦过呢。明明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把志伟给我。 以后你随时想要看伊，我绝对袂阻挡你啊！即马上重要的是，先叫斌哥才讲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，找着对阿斌有利的证据，这条你免烦恼。哎呀，明明啊，我绝对哦，袂让阿斌哥入去内底关啦。爸跟你讲，七八日。阿元啊，减讲两句话啦。 你即马加讲一句，对明明拢是伤害啦。志伟代志，后面要家己决定啦，吼。啊，无啦，阿斌是我的后生呢，我袂用你互伊踮在内面安尼伫咧吃苦啦。明明，阿伯刚刚无唔对，只要你把志伟的监护权交给我们，斌哥就免坐监，啥物代志拢解决啊。咁就是安尼，先我讲偌济解，我无可能放弃志伟。 我那吉他那走，我只是让侬别话，让我家己的。Yes，我敢打。等你说的，口改是那点的。阿斌现在官司缠身，我就不信法官会把孩子判给你们。明明啊，你即将失去两个人，一个是你老公，另一个是你儿子。看来我没话好说了，伯母小鱼，走。 明明啦，你到底是在想啥？你还知影呢？阿斌若判刑了，伊至少5年、甲12年呢。我才讲志伟啊，
也毋是咱日家的人，你竟然有法度讲为着伊来牺牲阿斌，你来做这款的决定啦，你啊，哈！爸，阿斌去坐家，我嘛就唔甘的啊！阿哥，你爱怎样呢？志伟是我甲阿斌的囡仔，阮三个人兼一个拢袂用的。我相信阿斌，伊会当了解我的想法，嘛会支持我的做法。我若告诉大姨，就答应李志豪的要求。用智慧给我阿伯的自由，阿伯若知影了，一定对我袂谅解的。我唔管阿伯什么款的想法，我无可能我无救伊，我无可能无救伊啦。好啦，恁妈安尼讲啦，啊你唔通袂记呢？恁囝进前有甲咱讲，伊无要甲迄个记者和解啦，伊嘛无怕迄个记者啦。你即马要摕智慧换阿伯，我甲你讲啦。予恁囝知影哦，一定会生气的啦。代志袂用安尼做啦。即摆上重要，着阮找证据，啊证明讲恁囝无拍迄阿迄个记者毋得着。哎呦，即摆所有的证据拢是对阿斌不利嘛。啊，他做律师是外交啦，伊看我都由白啊，你变成乌啊，乌的变成白，你无法度嘛。伊是做大家个新闻，啊，你是伫创啥啦？嘴伫咧讲毋甘，敢讲阿斌伫内面乖，啊，你拢无要救伊？我哪有讲无要救伊啊？你有影是哦？要救阿斌，咱就要牺牲自卫，一定要有其他的办法嘛。你有啥物办法？啊，你干呐出一支嘴尔啦，你。哦，你哦，你这老翻天嘞！我跟你讲啦，有空啊，北京嘛是有啦。哇，爸妈，今摆拢卖去冤家啊！先坐下来啦吼。妈、爸，即摆上重要是，咱个甘心。伫出庭之前，我会甲志伟带倒去我后头厝，互我爸妈带，刷落来，咱着好好替阿爸拍官司。好，安尼对啦，哦，无论你做啥物决定，我甲恁爸拢会支持你。到三工，你是会到三工？啊！即马心情啊！啊！就迄个臭阿婆啊，家里母仔囝，伊生了外恶真个呢，讲叫我喏摕做个去换阿斌的自由啦。哎，安尼啦，啊，这是前任的代志，啊，因做出来。手盘手心拢是疤，你叫阮是安怎说？你讲啊！哎，这明明你要搞可怜。来啦，我甲阿边去解决。是在嫁木个音木啊！啊，伊是查某个来问属属阴，所以是顺位风卦。啊，照这个卦象看起来，这边的官司可能刑事责任的风险足大嘞。哎，所以讲吼，即摆这件代志吼，你上好来较团结嘞。哦，所有人想法拢来一致，安尼才会当化解这摆官司。啊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阿斌这摆官司到底是赢还是输啦？哎，这歹讲呢，机会一半一半。安尼啦，你回去吼，先伫阿斌出事时，先来就核实，就是五时，
下早一点，到下晡一点，迄个时阵哦，啊，准备一块碗，哦，放半碗水，然后去汉药店买了龙脑，龙脑，扁片啊，哦，哦，啊，放里边啊，搅搅，哦，啊，然后起大鼻就切开，回向伊个关系。刷了呢，准备一块白布，哦，恁厝的迄个家属哦，甲七十五分钟连续切三工。 这是一个化解光辉的护理，你摕回去烧烧的。哦，啊，等你做完机啊，出现看到什么情形的物件，尽量拢来烧烧起来。哦，啊，你穿的衫哦，尽量穿红色的。啊，我相信这阿斌哦，应该会叫完哦，这个关系会当化解啊。哦，哦，我知，多谢你。我来写个清楚的。 哎，那你才拄着你，我还跟你上讲吼，阿英暗心思过来你的平安老爸，你跟你探病啦。啊，阿姨过来啊吼，来，阿你礼拜我办公室小坐一下，咱就讲一下。妹啦，我们要请阿婆啊。你请阿婆，你从啥啦？我还讲你吼，比阿婆还管骨碌背啦。而且你若是有需要，我还当免费替你服务。妹啦。 我是先来找阿婆啊，歹势哦。阿婆啊，一定会伫咱姐面头前啊讲坏歹话，我绝对袂当让阿婆啊拍歹话名声。啊，哎，林姐啊，林姐，来讲你头先这句有关系，你有听无？若有需要我斗相共，唔免客气呢。多谢啦。来来来，先坐先坐。 哎，金主啊，你我会当吼免费来替你卜一卦吼，问看恁阿斌吼这个官司会安怎发展？咩呐？你这人心肝上歹，生计拢无啦，放假使你上头啦，代志让你目定吼，抓拢害了了。 你是阿斌的妈妈吼？ 个穿乌黑色个衫坐伫个北方，我相信坎为水卦，哎呀，这是比小人陷害门官司是非常危险，这官司吼是比个个祸害，不妙啊！什么叫做不妙？这是坎为水卦，啊，这卦上来看吼，即嘛是官天水登王，我跟你讲。 这官司一定会输，我看你这摆阿斌吼是落难得，这个落甲之灾啊！哎，总会，我告叫你算你些计谋要创啊？你这个人哦，非出学术的纠缠人啊！我看你吼，扛棒听听啦，门口乖乖卖做啊啦！钟馗啊，咱这易经卜卦是不动不碰的，咱事主亲友也无请你卜，啊，你家己咧卜算的，你准啊？ 而且，咱卜卦是要在吉凶，找出解决的办法。你即马是敢那这断吉卦，安尼唔定无事成事，无甲全全代志出来。拜托的，我这安尼是实话实讲，那亲像你啊，啊为着要安尼巴结客户，拢讲一挂好话啦，吼，啊若歹吼，就安尼跳过人过，怎甲扛起来？安尼是无够专业，哦，像我实话实讲。 啊，虽然这客户较无介意听，也毋过啊，这是当事者来讲是上好的。我若知影讲哦，人有急事，我就会量早甲因讲哦，啊叫因啊赶紧去准备后事，安尼才袂耽误着人的时间呐。哇，啊，总会有事是毋是？后尾代志无计划是吗？你莫听伊咧乌白讲，无即款代志啊。钟馗啊，无你是当时变成是卜先知啊，啊！ 咱风水师是算命论命，袂当断命啦，你知无啦？迄是因为你无够专业，你才会唔敢断啦。钟大师，阿婆讲的嘛无唔对，你实在是无应该安尼讲啊。兰姐，你唔通听阿婆安尼讲，伊就是无够专业才安尼啦。哎呦，钟大师。
还是我有代志哦，要请问阿婆啊，你是不是用个形象拍者？啊我，阿弟，哎，阿兰姐，你莫生气，我莫讲话，当边仔坐倒，我莫讲话。我搞一杯呢。快些啊！啊，怎么？阿姐，阿你今仔日来收收代志？是安尼啦，我已经听了吧？最近常常有人来乱，我想讲一定跟塔克关系，想讲看有方法通化解无？我跟塔克吼有淡薄仔交情啦，姐。若是有需要吼，我会当代替你吼出面去跟塔克呢，大家两边小瞧一下，瞧一下。你不好意思讲啊？伊跟迄个塔克吼，一个当机一个倒头啦，两个人都威威三着啦。不要叫了塔克先生知啊，迄塔克这样吼出来呢。钟馗啊，你嘛好心好意呢，莫搁安尼四界害人啊，好唔？哎，吉无主啊，无你即摆是刁工咧破坏兰姐对我的印象，就对唔啊。哎，兰姐，你千万莫听人安尼讲，吼。伫个当当时吼，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哦，我是吼安尼塔克安尼硬甲逼讲我，我待甲斗三工。吼，哎，我安尼吼安尼是害害家咧凄惨落魄，我嘛是受害者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哎，他靠这个人哦，自从阿刚刚出来，即马愈来愈歹，已经是歹掉地啊！好可怜，讲啊，你会当替兰姐瞧这代志，鬼要死！啊，兰姐，我跟你讲，他靠这个唔食囡仔吼，做妖兽骨的，做恶极的，小茹把酒给害到即马，我袂好呢。小茹哦。一定是因为明星替我处理代志，去抓到塔克。阿姨即马是住喺倒一间病院，我想要去甲看。我来了解一下，再甲你讲啊。多谢你呢，你这。袂啦，免客气啦，大家互相嘛。无像有一挂人吼，小命得贵啦，看人讲人话，看鬼就讲鬼话，一点仔原则都无。无啊，吉宝珠啊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你吼，你唔通个。商家拄好，大刚爱无闲工厂卖唱，我有拄着我的代志，无去等啊，先等伊休困啊。我一个人直接报警。嗯？啥物袂要紧？你即摆目睭还无稳定呢，做啥物代志拢无方便啊。那唔讲，我安尼拖累你，我心内就袂得过。啥讲你拖累我？啊？地址啥？是啥？啊？林太太，咱是阿公婆嘛，甲你过好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阿公。好啦好啦，好啦。哦，我拜托你，啊，大伯看到恁两个拢在遐放闪光啦，我以后都要关我进啊啦。喂。你是提什么物件来啊？啊，这物件都还没吃完呢，啊！我多啊，咱到的物件就出来吼，就是货物技术概不退还的哦。大嫂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今日的满汉大餐是妈妈做的爱心鱼汤，阿妈做的梅，还有爸煮的芭乐，你全部拢来吃了了。哦。阿平弟，你甲爸妈还有阿妈讲一声，叫因哦，害我这尔无用，啊，即马伫咧病院要买啥？拢真方便啊，地下街拢买会着。我多阿妈甲爸妈哦，因拢认为讲，咱家家己穿的、家己煮的，甲外口比起来，较安心、较安全啊。哥有啊，表嫂，大哥因哦，透早就去庙里拜拜，讲要替你消灾祈福，希望你哦早日康复啦。大家拢对阿姐你好。我真正就感动，谢谢，老公谢谢哦。小茹，哎，兰姐，兰姐，你大老在家，太神嘞！即阵来给你看，我昨天哦，低基金要来给你补身体，
啊，这。兰姐，啊，你来去买这个白醋的低基金啊？我听人讲这白醋上好啊，啊，恁写叫啥？兰姐，因为这娘家低基金会头家跟头家娘，就是你头前这两位啊。哎西，我唔知呀，我买这个唔就死得。你别讲什么死得啦，你讲高官呢？应该我甲你感谢唔得着。是啊，兰姐，阿婆，这低基金你咋当去领？那领过了，你就知影，阮的低基金有偌好呢。多谢啦，今仔日哦，我是特别来看明星甲小茹，啊，甲恁讲一个实的啦。为着我平安爸的土地代志，害恁两个受伤呢。兰姐，你莫来讲啊，其实你嘛是受害者。来，去边车坐啊。好了，车坐，车坐。这俩真正要怪哦，干来当怪伊个塔克，都是讲咩？哎，长头白脸，竟然把人绑去山顶，哦，就这款社会败类，应该关死人才对啦。啊，不是听讲，迄个警察在去关啊？原本是予人在去关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后来伊个所有代志，拢煞予伊带伊遐少年去担啦，起码已经搞不出来啊。啊？才是这款人在搞不？哎呦，哇，大家拢在呢！新年到，好热闹，给你个大红包哈！书记，阮家无欢迎你。哎，林明星，莫这么歹啦，我是来关心恁某的呢。哎，小茹啊，阿奶这么久还袂出院，阿目睭阁袂青眉啊？喂喂喂，你嘴那只臭啊？要替你录落来无？哇，啊你先讲啥？这位春风少年兄。卖卡袂着就呛声啦！我今日来是有准备礼物的呢。志远啊，你头壳歹去啊？阮嫂也是目睭无爽快，毋是较有问题啊？你上次是上头壳一空的啊？我头壳无歹，我这人做代志吼上实际啦。啊，只要有这支哦，以后伊若阁发作哦，就当安尼家己吼啊，走路去诊所找医生。我是毋是叫大心的啊？其实你对你家己大心就好啊啦，迄乖啊，你家己留咧用。到尾到时阵有一天你无拄好，互你冤仇人拍甲摆开的时阵，找无怪通用。阿可，既然你今日来遮，我就甲话讲清楚。你莫掠准你即马交保出来就无代志啊。你做你放心，这条我绝对告你告到底。拜托的，我嘛互恁过海甲跋咧山脚，安尼竟然几啊年足可怜的呢。好佳哉，我平常时啊吼，有你好，烧好香，积功德，才平安无代志啦。兰姐，为明仔载开始吼，我逐天拢去恁皮啊弄吧吼去唱歌，啊啉烧酒，啊以后你的店我就包起来啊，没有其他人客，我是你唯一的 VIP， 耶！你若敢来哦，我就叫人来吼出去。哦，你啊店的贵的唔正经，那是要吼水烧盆是唔是啊？哎。啊，无你是今日专工来遮唱声的哦。喂，啊，这少年吼，啊，哪还记起遐歹？我讲过，我是来看小茹的啦。小茹 ，Hello， 梦茹，安尼说哟，有看到我无 ？Hello， 我看到足清楚的，而且哦，我看到你这啦，那叫人大傻。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从迄礼拜了后哦，我就变一个臭屁屁啦，够臭的啦，哦。我知影啦，恁大家人拢吼八长下爱扣分啦。要不过我这人唯一优点就是吼八长宽，不跟小人计较。小茹，以后你若是搁伫路边安尼忙无路吼，我同款会载你去山顶看风景。啊，时到恁翁是毋是会当来拘留，我都唔知影。哎哎，过。你若讲唔出去，我会和你用白出去。你若唔惊恁某阁出代志哦，你就是拢甲我作对啦。Piano Bar 迄块地，我一定要提过手。来啊！打火啊！啊 ！Go Go！ 别安尼啦，无煞甲这款人计较。安尼就对啦。
我上欣赏你这种吼斯文够礼貌的人啊！你看到无？伊阿骨都要人讲啊，我夭寿啦！我未到，是你昨暝来，不甲我叫喊。是啦，啊，真两个痟的哦，我根本就无识识啦。拜托，请恁两位马上出去。请恁两位马上离开。好，恁大家会记的。呀，来，这个你家己留咧用啊。宋长，你不是叫我卖跟许多人计较，啊，结果你自己先出手，你这么搁咧假释呢？拜托，卖再冲动好不好？我就气袂过嘛，伊是做唔到代志的人呢，竟然咧亲门大户来遮呛声。我紧啦，伊若唔惊死，做伊来啦。好啊啦，对啊，南姐，恁店的敢有真监视器？我看迄个头壳一定会去找麻烦。监视器我有装啦。小弟我去报警，叫警察哦加强巡逻。兰姐，以后大家要较细腻，迄个头壳一定过来找麻烦。林明星。恁某拢住院啊，你阁教袂乖？乖啊！啊，这个乖啊，敢要单调？什么单调？我开钱买的呢。哦。你先留咧。我想着因林家有一个人真需要这个乖啊。真假的？空姐联谊哦。哦，哎，你怎么约这么晚呢？不知道哎，这么晚。子豪，哎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，好，拜拜。子豪，哦，今天天气足寒，我想讲，从小鱼要来吃火锅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啊，这个我。警察先生，你们有事吗？我找一位李子豪先生。李志豪，我就是李志豪啊！不好意思，关于徐记者受伤的事情，我想问你一些问题。哦，好啊，请进。张记者更不是那个吕元斌先生，目前还不能确定，但是为了厘清案情，我们会做详细的调查，邀请你们配合。没问题啊，你有什么问题就尽量问啊。是这样的，徐记者在受伤之前，我们查过他的通联记录，他在8点有打电话给你，我们想问一下你们的电话内容是什么？那天我记不太清楚哎。可是他确实有打给我，然后是关于讲什么，监护权官司的事情。可是他好像是要写报道吧，我记得。那还有一个问题，案发当晚，李先生，你和徐记者有碰过面吗？哦，没有啊，我那天人都在饭店啊。小玉可以替我作证吧？嗯。哎呀，小玉，那你记得你刚最好都拢跟你做伙吗？小玉。他们只在我不在场证明，你就跟他讲。哦，对，那天我们都在饭店，都一起的。啊，好，先这样，谢谢你们的配合。那打扰了。啊，没关系，不用送了。啊，好。辛苦了。辛苦你们。
我记得你那天不是还有去那个健身房运动，要不要跟警察讲一下？哎，那不用讲了。你刚刚跟他们说我离开过，他们到去饭店到处问，不是老是动众吗？嗯，同样。哦，小月，啊，那天哦，至少去健身房，迄嘛是拢伫咧饭店内底，啊，同样无离开，啊，唔免甲去警察解释遐多啦。哦，对啊，小鱼，反正记者是阿便打伤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想太多了 ，OK？ 哦，巴肚枵啊呢，来吃饭啦，儿子啊，一起去啊。嗯。哦，那个，我朋友找我有事，不然你们先去好了。好了，走，妈，妈，记得吃饭了。好。来。来。喂，哎，等一下，坐在哪里？哎，我哥，哎，停一杯水好啊。嗯，啊，我你是无手啊，不要家去倒。我看电视，看我脚床连要破衣。起来，起来。哎呦，哦，这久安尼，哎呦，爬到袂起来，你先困骨头咧，哔哔啪啪，哎呦。我著甲你讲，平常时爱运动，你拢无咧听。哼，我逐天安尼拼厝内，倒粪扫，佚涂骹。我做袂比你运动较少。你会有啊，加减都要保养吼，啊，这一天一粒吼，你吼会当增加这个关节的内底的胶原蛋白。我来讲，你吼，逐工食吼会当像安尼，脚手扭捏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乱讲啦，你也不要哈扭捏。啊，你好啊，我后摆出来的代志我你做，哈。好啊，你等看看啊。志伟来啊！哎，进来哦，进来啊！哎，志伟，志伟，来，我给你抱去哦，你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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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到这阵也是想到迄天阿斌去用警察抓去，想到还阁会惊。明明啊，啊这件代志敢真正阿斌做的？阿斌讲，迄天是拄好拄着迄个记者，啊，不过伊无甲伊拍着相，我想阿斌是无辜的啦。哎，啊那阿斌的代志，你敢不敢来律师查证？有啊，啊不过今麦所有证据对阿斌就不利的。今麦干那会当等所有调查结束，才知影这条关系要安怎拍。嗯，那是怎来讲起哦？迄天就是因为阿伯啉酒，生气，却忍袂住，才出手拍人，对无？哼，今日我就是我，去拄着迄个黑心记者，我绝对袂放伊煞啦。谁叫要甲明明甲阿伯写甲歹听？就是讲啊，迄个记者受伤哦，完全拢是报应。那我做我是阿斌，我早点给拍到这水亏，还完全抓不到尾流啦。啊，恁两个是安怎？这当机这多头都讲不停哦。阿斌的人，你嘛知影，伊唔是爱捡的啦。啊，若无电话，伊早就给小雨歹看了，对。咱还是相信阿斌。是啊，妈，你们替我烦恼啦。我阿斌唔是囡仔，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会做我面对。我当然嘛烦恼，这嘛代志对阿斌不利呢。
啊，迄个李志宏呢，是去给法官讲阿斌拍人。我是惊法官会判阿斌不适合做志伟爸爸，你知吗？咪咪，我你想怎样啦？啊，听到妈讲李志豪，你就规个白头夹夹，伊想搁去还你啊？伊是有了讲条件，讲告诉我那玩意放弃志伟监护权，伊就会当替我去甲迄记者口供，快当私下和解无？不能真正有够卑鄙的，竟然留这个机会要做交换条件哦！无这款道理啦，你千万不能听阿本来的话。我嘛知影，我当然嘛无可能用志伟来交换阿斌的自由啊。哎呀，今麦志伟啊，伊的官司还未解决，还佫加一个阿斌的官司。妹妹，我听到你这排名啊。看你安尼哦，真心要来疼小志伟，啊，天公伯公安尼甲你创治，实在是。爸，阿志伟甲阿斌拢是我的亲人，看阿遮辛苦嘛，不要紧啊。我即摆敢若希望法官会当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把阮一家伙团圆。我想即摆哦，再先真有通公家啦。一边是个亲后生啦，啊一边是替人饲个孙啦。哼，我相信哦，伊一定赞成用志伟去换阿斌啦。哦，妈，对哦，敏敏啊，我甲提醒哦，你定在说伊个。那你迄个大哥，唔知你想啥办法，甲志伟骗去，骗去交予迄阿斌呐？袂啦，志伟已经开始就大人道啊，吼。有我咧讲，下家来唱啊！对啦对啦，好当来唱看卖。对啦，我甲爸妈同款，拢支持你。好啊啦，免踮咧遮拍拉凉啦，紧去找顾辉啊，看要安怎甲明明斗相共较要紧啦。妈，这件代志哦，伫咧看到阿斌拍人迄个新闻时阵，我迄度已经甲顾辉参详过啊啦。我讲正经的，啊，这件代志。这是还看正规的呢，唔是阮去找警察来敲，啊，都会无代志的啊。嗯哎，啊，这国会议员是咧作假哦。啊，之前就啊替泰国去敲土地，啊，家己小妹代志交予警察处理哦，真正无路用。好啦，你卖为难国会啊啦，那会当到时刚早就出面啊。对啦，妹妹啊，啊，志伟官司当时快开庭啊。还阁唔知影，啊！不过律师有讲，跟免外久阿爸的关系就要开庭啊。你才拄过尔，那官司一条阁一条，无来找生的嘛，看要哪会呢？看到底是你家的风水出问题，还是你家阿爸犯小人？爸妈，啊，这阵啊，自我调先麻烦您了。当关系代志结束了，要找伊转去。放心啦，志伟伫个家无问题，哦，放心。啊，对啦，志伟最近去较散嘞，我来甲报一下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甲饲甲吼，好像你白白胖胖，啊，头好壮壮。明明，还够我啊。我甲伊到照顾志伟，带志伟来去公园，先溜滑梯，啊，带阿姨去买玩具，上好阿姨出来吼，先讲欢欢喜喜，拢袂记得原来倒去呾。多谢你啦。好啦，加油哈。上家的囡仔衫裤来，啊，拄拄好新来个念珠穿，真好。阿妈，新年快乐！啊，你是要找啥？啊，阿妈家一人伫个哦，啊，你后生啊新妇嘞？啊，因出去散会啦。啊，恁找有啥物代志哦？我唔是要找因嘞，我是要找你。啊？要找我？阿妈。啊！你当时安怎教孙的啦？啊，咱三个孙拢教到去用掠去关的。
啊，拄只恁三宝贝算搁甲我拍咧。那我的孙吼，拢真乖啦，伊袂计较啦，一定是你先去食的啦。阮家无欢迎你，请你出去吼。阿妈，我拄仔来还袂自我介绍，就甲我赶出去，安尼足无礼貌的呢。我哦，是恁明星的死对头，我叫塔克。哦，你就是塔克。 哦，原来我这么聪明哦！哎呦，听讲哦，你是替迄个小英河做歹代志，害阮明星安尼受伤，啊，阮孙媳妇哦，我住伫迄病院。阿妈拜托的，是恁明星哦，生了话，恁家去骂恁孙才对啦。啊，娶一个好嫁人做某哦，就嚣牌到面输家己活厉害，啊，甲你讲啦，笑着哦，无落皮的久啦。我甲你讲啦。 那阮明星啊吼，真乖真负责任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有这个成就，拢是伊家己拍拼出来。无像有个人哦，啊，骨力吃扁担做，做老满，啊去威胁人，嗯，去伤害人。哎呦，我若是看恁爸母吼，会变到足见笑的。阿妈，讲话啊细腻的哦。嗯，你哦，你就是欠人教示。 哎，你若要做歹代志，进前吼，啊，先问家己看嘛，你若安尼做吼，是毋是对你的士大人会得过？好啊啦，莫在那废话啦，啊，你也毋是我什么人啊，我那就听你在那细细念，啊，听久哦，恁爸爸会惊讲哦，到时阵就莫怪我无敬老尊贤咯。哎，你是亲门大户来到这呢，敢乱来哟？哦，咱拢莫生气啦，阿妈。 哇哦，有诈破手哦！这礼物哦，本来我是要送给恁孙媳妇啦，也唔过伊足恶一个呢，啊，唔那无接受哦，佫甲我拍，无安尼啦，这礼物吼，我送你。免啦，你甲看，我安尼会，会走。哦，无需要一支啦。无需要。哎呀，我真正是吼好心去予雷金啦。 啊！既然拢无人要挃吼，我就家己留落来应好啊。嗯。哎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哈？阿妈，我看恁家吼，敢若装潢有淡薄仔过时啦。我念的吼，甲敲开，互你通好啊，吼，重新装潢。你拢甲我出去！哎，念的吼，我拢敲甲焦着吼，阮自然就出去。志远。哎。 阿妈，歹势哦，甲你惊着哦，啊，无你徛较边仔呀，较配合袂啦，啊，若无无拄好物件，你牵着你吼，我就无你负责哦。你神经乱来哦，你！阿妈，阿妈，你即摆是白酒是毋是啊？你欠人家媳妇，甲你挂！啊，你是拍煞袂啦？你拍煞袂啦？你冲啥？ 阿妈，阿妈，大，伊是毋是？你莫我袂讲啦，卡输哦，伊有啥物三两两底哦，迄时间跋倒甲我无关系，好，来走。 手机也卡了，快紧的啦！阿母啊，
阿母啊，你看你妈嘞哦，你看你妈嘞啊，阿母。喂，姨舅，进来进来，我这些老大人哦昏倒啊。阿叔来过来。对啊。明仔载找个时间来找圣人门看卖啊！即摆来敲个电话。哎喂，哎阿兄，哎啊，啊？哪样呢啦？哦哦哦，即摆在病哦。好好好，我马上过。哦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唔知啊，母啊，唔知安怎分袂不清，伫遐病伊啦。先来，再讲，讲，讲。我回车，坐我车。对，我。你先说，过那个志伟哈，有代志打电话联络。好了，好，紧紧紧紧，我先做打电话，好吧？哈，好了，好。以后哦，绝对哦，别个爸母一人在那找。哎呦。啊！咱遐治安哪会变遐歹啊？这出去无外久就着查抄。啊，是毋是查抄，还佫毋知嘞啦？迄物件咧变甲咧，佫涩涩歹啊！哎，阿兄，出来。阿母是安怎啦？我即摆，敢有精神啊？老太太去弄着头壳，有脑震荡的现象啦。啊，等伊精神检查若无啥问题，就再出院啊。啊，医生啊，多谢你啊。阿妈，阿妈是要情形安怎？啊，医生就讲恁阿妈吼有小可脑震荡啦，啊，等下精神哦检查一下无问题哦，就会当出院啊啦。哎呀，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那才拄好，啊，母一个人伫厝。我著甲小女啊吼出去送货啦，啊都出去了无一点钟嘞，啊回来啊物件都往下放啊，这都乱七八糟。哦，这臭狗夭寿啦！啊，欺负阿母一个老大人哦，拢是我唔好啦。我目睭若是无出问题，我就会当伫咧厝诶照顾阿妈。哎呦，这边哪能怪你啦？像怎样讲，查到太太拢无伫的时阵走入来。对了，嫂啊，啊你敢有检查出内面有胖囡仔无？啊，都赶紧送阿母来病院，无注意看呢。哎，实在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真醒了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即马干嘛安怎啊？啊？大家小可安尼怣怣啦。阿母啊，啊，拄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真正着查查哦？不是啦，讲一个说哦，这塔高的人啦，那是明星的死对头，啊，厝的吼来安尼吵架，啊，规个那乱糟糟的。塔高哟，伊连你嘛敢当？一个笨手，一定是有着今日代志咧扣分啦，唔敢来找咱。都全部都晓。我啊，恁是我甲即个人哦，啊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今日伊大哥带人来烧炉个白帮啦，啊拄好前路还佫面对目地，看袂着哩，甲伊冤家。明星，啊你啥物唔较忍呢？大哥竟然这个扣分的呢，算了啦，伊都一个全恁家人算数，阿妈一个算是头一个。大嫂啊。那不是恁阿母拜托明星哥替恁处理代志，伊哪会去抓到迄颗笨手啦？迄颗笨手本来就看明星袂顺眼呐。真正要来我的头壳顶，我即摆来找伊。哎，哥哥。明星啊，唔通去啦！哎呦，啊，你要去找伊算账，这要报仇，不准你去。他哥今日亲门大户，甲你拍大耳啊！连讲伊唔知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咱岛的人诶。唔是安尼啦，是我甲伊安尼抢扫帚的时阵，家己去弄着，唔是伊甲我拍的。哎呦，阿妈，那不是伊，你干嘛去跋倒？伊这也是食咱狗狗呢。明星哥，我甲明德，甲你做伙去找伊算账啦。里面找的人是我，我甲你去的哦。哎，哥。
文心哥，你是要叫你冲吧，好不好？伊先伤害你，讲阿妈倒去，这个鬼，我无法度忍啊！哎呦，明星，哎，你要去找他哥，你唔该共款，我该共款啊！你哦，伊是要找你娘呢，你去哦，一定会惹代志，莫啦。阿妈，好啦，好啦，这桩代志哦，我家己会处理，我会去报警啦，哈。警察若有夜坏，他哥无可能这紧就出来啊！明星啊，听恁阿妈的话啦。莫阁予伊哦，伫替你烦恼。是讲咩，明星啊？啊，你拢在去外口了代志，啊，这海凤常常对你伫辛苦。以前是迄个王金虎，啊，后来阁换迄条韩吉啦，啊，即马阁换这部塔克。阿静，你拄只安尼讲就唔对啦哦。想当初王金虎要对付人是阿静呢，啊，就算后来韩吉，嘛是针对永国啊。敢有去拖累恁？啊，若是讲到塔克，这就真正爱怪大嫂啊。迄时阵是介绍阮大家识识呢。哎，你咧讲袂错，阿妈受伤拢是我责任呢。我甲迄个塔克早就猜甲理理你啊，伊即个去领导是因为明星，唔是因为我。爸啦，即摆出代志啊，你要推卸责任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以后塔克若找你的麻烦，我就莫阁出手是？好啊！啊，当即马差这是要去创啥啦？啊，你阿妈已经受伤倒伫遮啦，上好吼，莫阁发生什么代志啊啦，哈！阿妈，是的。明星啊，我知影哦，你袂去厝里打鼓啦，也毋过伊安尼处处咧找你的麻烦，你家己哦都较细致咧，啊。是啦，明星啊。你管人会当闪就闪较远诶，对唔？莫像较早安尼，一口气吐袂落就变狗屎啊！我讲，要叫明星改个性是较困难啦。阿母阿过去你搬来讲住啦。哎，妈，即摆做位住伫咱家呢，你要烦恼明明诶代志，阁有时间会当照顾阿妈。嗯。啊无，迄个万一迄个拆工若放开，甲咱做出小气是要安怎？阿姐，你放心。我绝对无可能有这种代志发生。明星啊，啊你即摆顾恁母呢？啊你有这么侪事啊，搁还无闲，你敢有法度保护恁全家伙安全？哈？若是讲到这个代志啊，阿姐，你真正免操烦啦。到厝内底还搁有我甲静彤啊，阿妈阮会好好照顾啦。顶多是大嫂啦，请你好好甲管好势，莫让伊常常甲迄个塔狗交叉啦。林明德，你今麦讲这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叫伊较站站的啦。好啊啦，正道，卖去讲啊啦。啊，你阿妈的受伤确实哦是明星啊引起的啦。清水啊，我惊以后阮会较细意的，袂让阿母哦，我发生这种代志啊。啊，阿兄，阿无归去啊，明仔载去工作来找阿婆啊。啊！等阮阿斌即马去互关起来，啊！阮志伟监护权嘛毋知影摕着摕袂着，啊！你看大家敢若轮流住院啊？啊！敢毋是咱祖厝？伊搁去互设什么洪水桥啊？拜托你，毋爱想想遐有诶无诶啦！咩啊？还是先报警啊，互警察来处理。啊！好啦，等下吼，我落去啦。啊！好啊。你即马感觉对阿无爽快无？紧，无代志啦。哦。
到小到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你不是我小弟。我得马上去公开这段录音。高雅文，你给我听。罗明浩。永华，啊，你想怎啊？不啦，我都家做些不忙。啊，是忙着啥？哪老庆歌啦？我是忙着，我做的事时阵拄着代志啦。这是什么代志啊？还是别讲啦，要不我你困不起。哎，你紧困。你不要困啊。我姐姐。拄则有人饲电铃，我就出去，我看到这個，要给你的。是啥件？唔知诶，你看嘛，唔知是啥件。嗯。哎，要啉咖啡无？好啊。好，等下者哈。嗯。水晶球就是耶，是啥合理的啊？我嘛不知呀。哎，我了的是粉丝送的。哦，我才唔相信嘞。你应该紧抽才对啊，那不我卡做漏开的呢。是是是，那安尼我较注意的，无你就互人抢去啊。哎，这水晶球，我放你东西边好不好？好啊。好。到底是想上来？为什么伊会知影大姐的代志？敢讲是？我即卖什么拢有啊？台姐雅文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因为雅文知影，你就是台姐萧安琪的凶手。小刚，你讲啥？
一定是伊，敢那会知影这件代志？小张错怪，佩奇，公司有要紧的会议要开，我即摆赶过。哦，啊，你家己较细腻哦。我知啊。董事长闭鬼闭怪效果啦，安怎？伊也唔敢吼。哎呦，哇，生气起来足烟斗的，我根本爱着你啊呢。董事长，人我已经驾驶过啊。这是警告你，卖给我白送物件好不好？大伯白帮你耍。你是讲啥？我听无啊！你可别提起。小勇，你到底是讲啥？董事长，你不爱心，你不要紧，这我来处理就好啊。一定是你还是伤济人啊！所以亚文跟安琪要找你讨命。你今麦一定出惊的，对吧？你想是确定的，若是搁伫你外口黑白讲话，是会出代志。高亚文，你去做先啊啦！你上好学较乖，啊那无？目睭闭较紧，会知影无？会打伞啊！安琪，就是好你害死的。小张人伫遮，这通电话是啥物人打？阿公，那个怕？董事长，这款人就是欠驾驶啦，甲修理一下就会乖乖听话啦。唔免。咱得走。志远，甲班开啊！你打了出院哦，行路都较慢嘞。我看这个拐哦，你吐的啦，安尼行路较袂危险啦。哎呦，免啦，我身体还好好嘞。你夹到一个拐啊，边吐边吐。对啦，讲到拐啊，我才想到，迄塔哥哪过来吼，我得用这个拐安尼个呼出去。嗯。哇，哇，哎呀，坐，你坐，你来个照来。哎呀，病病接你啊！啊，你知影我阿兄去甲伊带转来，才会随看过来。我连照去做啊。无啦，无过来甲阿母看一摆啊，袂放心啦。阿母已经八十几啊呢，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哎呀，佮跋倒袂堪的啦。小国家，啊，你也袂放心阿母的身体哦，安尼你就较接转啊，照做哦，啊，看阿母就好啊。对啦，阿英阿你讲是对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也不过安怎啦？无啦，其实嘿，我甲外娇是想讲吼，想讲要来接母啊吼，叫阮阿大一点嘛，互阮来照顾啦。
啊，这几年来，阿母都教阮带了好好，哪会雄雄要在恁遐带？唔是，搁啥物风水出问题吼？哎呀，唔是说，你莫误会啦。阮是想讲吼，啊，你甲兄吼，啊，逐工咧无闲，咧滴滴种工厂的代志啊。啊，我甲华侨吼，伫咧厝营营拢无代志，所以较方便啦，照顾母啊啦。我是感觉阿母住喺祖厝吼，安尼较好啦。啊，无吼，互阿母家己决定啦。阮吼是尊重阿母的意思啦。对啦，啊，我住喺遮都惯习呀，啊，搬来搬去废气啦。母也袂废气啦，你嫂啊，吓，其实头阮是替母阿来拍算啦，对。啊，你看即届家财是受伤无遐尼严重，啊，若果拄一届吼。关系无安尼好运俩，对，清水啊，啊你讲啊，秘书咧怪我咯，啊无甲阿母照顾好势，啊才害伊跋倒了。啊无，是哎呀，我唔是咧怪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母啊吼，遐尼侪岁啊，应该是随时有人伫个身躯边斗注意，吼，才袂阁出代志。嗯，那个恁两个兄弟是咧安怎？哎，对啦，这讲了无唔对啦。阿母啊，祖厝吼无比阮遐二四小时有人顾的呢。阿爸，你若搁出去，阿母一人踮在厝，确实是有危险啦。月娇啊，清水啊，即届的代志吼是意外呢。啊，这些年来吼，阮甲阿母住了都好好啊，阿母的安全阮随时拢有注意呢。啊，我是感觉吼，阿母住在遮惯习，免遐麻烦啦。是啊。阿姨讲，你甲阿兄出去无用啊，啊，帮母阿一个人伫个厝，都出代志啊。对啦，啊，而且阿母即摆受伤，啊嘛是因为明星卡迄个泰国结完仇啊，啊泰国毋才会带人来做厝乱。阿爸伊若过来，啊若有啥物意外时阵，啥物负责啦？你莫安尼讲呢。哎，啊！你唔通袂记得讲哦，恁家嘛有一个伯拉哦，甲塔克哦结完仇呢。啊！你敢保证讲哦，阿母若去到恁遐，都拢无代志。唔是啦，嫂啊，哎呀，我讲一句心内话啦，吼。啊，母啊，甲恁大做伙遐尼侪年啊，吼是真惯习啊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大概我到外交来吼，都秘书甲人客咧，对。我嘛做想要好啊，皇太母啊。啊，就是无机会啊！吼，啊，坦白讲啊，我嘛做希望会当甲母啊带做伙，好好来友好伊，对。是啦，阿兄阿嫂啊，啊，恁嘛有工厂的事业爱无闲，啊，恁搁爱照顾念珠，啊，而且这么小女目睭嘛搁出状况，啊，明星嘛爱照顾伊，啊，明星嘛无得定定等来照顾阿母啊。啊，反正我甲清水即嘛食饱营养无代志啊！啊，阮是真正有心想要斗照顾阿母啦。我好啦，来，我要带一阵嘛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我只带来遮都惯习啊。啊，我爱你遐带吼，我惊伊带了袂惯习啦。拜托你母啊，我唔是跟你永远卖倒来做厝啊。但我要带一阵嘛，吼。啊，等小路目睭较好时。我来送你回来，好不好？好啦。无啊，阿达，恁是咧安怎？啊？像我安尼，家己一个伫咧找无法度照顾家己向，我也甲你讲啦，我有法度照顾家己啦，恁拢免烦恼啦。无咧，阿母，你莫生气，你哦，无你考虑一下较清楚的，阿莫勉强，阿大乡遐拢共款吼。对啦，哎，阿母啊，人阮遐这么足闹热呢，明明甲志伟带转来住，阿公哦，迄个家伙啊，只讲我，哎呦，我要看阿祖啦，阿母啊，你来阮遐住吼，都迄当讲遐囡仔孙做伙佚佗啊，啊，唔足好诶。晴雨啊，小露啊，对啦。啊！但恁为着要照顾迄地基性的工厂，啊，搁爱照顾迄个孙，真无闲。要无安尼啦，我来清水因遐住几工啊啦。
阿母行李哦，阿姨，阿你拄好啦，阿你就免整理，阿就是做看来去就好啊。咁对啊，遐赶紧，阿你嘛好阿母啊，加款一寡物件咧。无啦，我也是对我来啦吼，啊，就有欠上吼，我叫江华等来摕就好啦。来来来来，好啦，无，你，卡邦甲先关喺车底，我等下去吼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然我来请你等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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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情况啊，小路啊，啊，这几年哦，我拢住在家，啊，你也真照顾我，真友好我，算我的福气啦。阿婆，你妈安尼讲啊，这是阮应该爱做的。对啦，啊，我拄仔看清水啦，安尼，啊，真有诚意，阮叫我去因遐住，要友好我，啊，我也足欢喜啦。我伫咧照顾恁两兄弟的时阵吼，我想讲提醒家己吼，唔通安尼大细心。啊，我今日才感觉讲清水啊，安尼哦，为着要友好我的心情，我拢无去较注意着。好啦好啦，啊无你遐大嘛好啦，啊家下囡仔孙做伙吼，啊你。心情较快活啦，我会照顾家己啦，啊，恁家己身体嘛爱照顾。啊，我即马上袂放心，面就是小如迄目睭啦。啊，若较好的时阵吼，就打电话甲我讲者哈。嗯，好啦，上阿婆，啊，你去清水遐，较顺也是住袂惯是哦。啊，你紧甲我讲咧，啊，我吼会去接你回来哈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哦。啊，阿母，你我在家了，我会叫五娇哦，带你去便宜好诊。这几天哦，足寒的，我小等才穿一挂哦较厚的衫裤送去给你。啊，早暗哦，拢足寒的，你都爱穿较少的，唔通去寒着呢哈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小路啊。阿婆，我送阿婆出来，阿妈哦，清水要到外家等阿久，行，好啊。阿婆无伫厝的哦，我感觉足袂惯势。其实我看会出来，清水啊，甲外娇是怪咱哦，无甲阿母照顾好势。其实，即摆阿母会发生这落代志，我嘛感觉足唔甘足后悔。我若迄天较早转来哦，阿母就袂发生这落代志啊。好啦好啦，迄拢过去啊啦，啊，即摆上个重要，阿母哦也快乐哦，大堆人甲个欢啦。我来穿阿母的衫裤。阿妹一直坚持，伊无甲迄个记者拍受伤。啊！迄天看李志豪的反应，根本就是见小灯生气。敢讲记者会受伤，真正甲李志豪有关系？若真正是安尼，我是要安怎找到会当证明阿扁清白的证据？哎，妹妹，爸爸，快上来啊！哎呦，阿妈，你拢唔知哦，
有一个人哦，规趟天咧食醋啊，讲你哦，拢咧住阿伯遐，无要住阮家啦。你来啊，我一定就欢喜，对不对啊，你个家小姐？我来遮住吼，我足欢喜的。就是有人无欢喜啦，恁阿伯甲阿母无甲阿妈照顾好势啦，和阿妈去受伤。我甲恁爸要去接阿妈来住，因阁一直阻挡。少啥少啥，我讲有敢无影？阿妈，阿都要紧无哈？哎呦，我不要紧啦。等到阿妈看到你哦，哎呦，这老久无看到你啊，啊，规个来瘦个安尼啦。好啦，阿母啊，啊，只是敢烦恼东烦恼西，烦恼到未食未困，免讲目屎。对啦。娘娘哦，实在可怜，啊，为着吼紫薇的代志，啊，爸官司还未解决，啊，阿斌佫在关，唉，受够可怜你啊！哎呦，阿妈袂啦，代志拢拄着啊，啊，着偷偷啊一件一件解决，无代志啦，吼。希望无代志啦，啊，若想着讲吼紫薇这件代志。我就想到我较早恁阿哥情绪也无去本人，我迄款的心情吼，到即阵会感觉足遗憾的啦。我咧家在吼，袂啊，会当甲找倒转来伫个身躯边的。阿妈无希望你吼，行到我同款的路啦。阿妈，袂啦，啊，我常常咧甲露水研究啊。我愈来愈饱喔，会当甲子伟留伫我身躯边，你真正免替我烦恼啦。看你遮尔啊坚强吼，阿妈心肝内足唔甘的了。阿妈，你还对我有信心吗？这段关系哦，我一定来拍赢。哎，妹妹呐，啊，你这毋是甲律师讨论到什么程度？你真有饱喔？哦，律师就讲小鱼是自愿甲囡仔送互咱饲的。所以电话录像，我跟阿斌是志伟法定代理人。阿姆哥志伟还没有满七岁，所以在民法上他属于无行为能力人，所以我跟阿斌也当代替志伟表达一个意思啊。哎，阿姆哥，许多书嘛有讲啊，这个代理孕母在台湾哦，爱会合法啦，所以对方的律师那是坚持一点哦，那么不一定会赢。是讲哦，这法官若是真正甲志伟去碰迄两个哦，迄个真正司法不公啦。迄法官敢无目睭看？啊，但这两个啦，敢袂当做人的老母哟？希望迄法官哦，目睭白乌金，唔当判乎因两个。啊，志伟遐尔啊古锥，啊若判乎因两个遐尔啊无负责任，哦，安尼无好我甲照顾，安尼有够可怜哦，咪啊。讲到迄个臭阿笨哦，迄真正笨手呢。你较早阁有家暴记录啦，即摆哦为着要抢志伟，阁叫记者乌白写呢，哎，唔则害阿斌无代无志，叫警察来关。哦，啊是该阁关偌久啦？嘛唔知影，嘛唔知法官要安怎判。阿妈，你烦恼啦？嗯，好啦。哎，对啊，啊过两工啊，阿斌就要出庭啊，我甲律师约好啊，你看叔叔看伊。顺便讨论一下，看有啥物代志要注意的无？小弟，我看阿斌啊，我甲伊讲，阿妈就关心伊啊，哈。你免烦恼阿妈啦，也毋过哦，你嘛唔通阿妈烦恼哦。我知啦，阿妈。哇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来走哈。哎，爸妈，阿志伟哥伫楼顶，爱麻烦您哦。妹妹啊，食食饭才阁去啦。唔免啦，阿恁带阿妈出去食。阿妈头一天来咱家住呢，当然食好料的，对不？哎，别免啦，免啦！阿妈，我先走啊，阿爷等我回来再陪你开讲，哈。好，阿你家己较细意的哈。我知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祝我搞好你啊。我看到明明阿你哦，哎呀，心肝内足唔甘的，阿鸡啊，你要散，哎，赢哦。你买一挂补品哦，营养的物件给伊吃哈。我知啦，阿母，啊是讲要做营养给伊吃嘛，要看伊要吃。对啊，哎，明明爱补，
恁身体嘛爱补啊，对唔？啊，拄则明明特别交代讲，叫阮哎带你去食好料的。免啦免啦，我无食偌济啊，免去外口安尼开遐所谓，哎呦，无使钱。一定爱去啦！你看明明看你来啊，你看足欢喜呢。我讲啊，你爱孙哪知影你来吼？我尔欢喜的。对啦对啦，我吼连伊就随敲电话，叫伊拢转来陪你食饭啦。哎呦，免遐费气无安尼？袂啦袂啦。阿母啊，啊你想要食什么料理哈？食什么料理？要是啥？上网啊，找餐厅啊。啊？这里边哦，安尼看都有哦。嘿喏，这过年之前，明明去买凤的门市备好的礼物啦。看你要食什么料理啊？我叫电脑替你找。啊，你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这里边啊，嘿。这卖电脑的，够好料的啦。这东西你嘛，爱食多少个？你去就好啦，我嘛唔知。哟，好，我来切切。这个。对啦，开庭的时阵，检察官来问你问题，你回答哦，一定要肯定、明确，绝对袂当含糊不清。安尼法官哦，才会认为你是无辜的。周律师，我本来就无提灭火器，拍迄个记者，你即马是凭啥物爱我认罪哈？话是安尼讲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即摆所有证据吼，拢对你不利啊。检察官吼，一定提这点来质问你。所以讲啊，阿扁，你一定要较冷静的，知无？我知影。电话时间到啊。我现在无用啊，其他爱注意的所在吼，开庭的时阵，我会甲你提醒。多谢周律师。为了。那么，阁有人要甲你面会，你先在人家等一下。谢谢。辛苦啊！爱照顾志伟，看出来，我找时间来看我。讲这要创啥啦？我都应该呀。唉，明年啦，你若是会当安尼利用早答应你志豪的条件哦，反正阿扁早都已经搞不出来咧。爸，阿扁就是无辜的啊，咱根本就无必要甲志伟让予伊。恁恁找到即马，敢有啥物证据？我都证明阿扁是无辜，你甲我讲。啊，明明安尼做我嘛赞成啊，你千万唔通为着要甲我报出去啊，都甲志伟幸福，你只好一款笨手啊！哎，我是伫烦恼啦，吼。我若烦恼安尼，关心来一直拍落去的时阵啊，到落尾法院哦，将志伟啊判回阿扁的时阵啊，都废去啊啦。我也是感觉吼，趁了迄个阿本啊，愿意伫咧甲咱讲条件的时阵，咱来答应伊的要求啊。爸，我知影你的心内一直无认同志伟是咱陆家的子孙，啊，唔过我甲明明是绝对袂放弃志伟。好啦好啦，来，我卖管啦卖管啦，要唔过我未晓甲你讲正经哦。听到志伟后日大汉的时阵啊，伊若要认祖归宗的时阵啊。恁大家啊，要哭都无目屎啊！吼，爸，看你那讲话，那个潇洒好摆啦，大家心中艰苦假嘞。啊，来认真讲个哦，拢爱怪你啦。啊，看啥？我当初来跟你讲，叫你唔通找小云做代理孕母，你唔听，硬要做，结果嘞，代志不搞变安尼，对人较好，人较有感激你，无啦。你有影是哦，饲鸟饲咧假布袋啦！你安尼无代无志，佮讲对我家内面创啊！啊，我都伫咧着急啊！我连唔敢阿扁伫内面关啦！爸，我拜托你，你即个千万唔通像顶届同款，
无经过阮的同意，就甲子伟抱去给因啦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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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恁要安怎处理，恁家己处理就好啊啦。哦，我卖乖安尼无好啊。我这届吼会甲恁爸顾着，绝对袂顾我爸母。我一直在怀疑，感觉这件代志从头到尾，我是李志豪设计，阿母就找我见过当见面啊。一定就是安尼，唔，阿唔就头壳咧肿。啊，就是讲哦，妈妈忙唔对的所在啦。因为哦，我若歹甲阿伯发生的，凡说伊出去都别啉遐侪酒，我特别发生遐侪代志啊。妈。你莫咧讲啦！既然即马有人存心要甲我设计，我搁安怎闪也闪袂过。啊，不过即马代志都已经拄着啊，我还是坚持我家己的立场，因为我相信司法一定会还我一个公道的。明辉，时间到。阿斌，家己保重哦。你嘛赶快啦。妈妈，你还保重啊！小周，哎，刘检察官，他拄好，咱家拄着你。哎呀，是要甲你讲几遍啊？叫我小刘就好啊。你是唔通袂记诶，咱是大学同学呢。哪有可能袂记你啦？咱这班做检察官诶，甲你尔。你是来看你同事人哦？是啊。你敢是来故意认罪？伊若是肯认罪吼，我是用个请法官对伊从轻量刑的。啊，真歹势，我的当事人根基是无辜的，所以讲吼，我会帮伊争取无罪开释。伊上好是无辜的啦，因为我绝对袂让犯罪的人逍遥法外。这我知啦，这是你一向的行事风格嘛。好啦，那呢，咱就法庭再见面哦。法庭见，周律师。哦，哎，周律师，阿杜小姐人是啥？哦，伊哦，伊就是起诉咱阿斌的刘检察官。哦，我看恁两个有讲有笑，恁真熟哦。是啊，我是大学同学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拄到伊，咱都要较细意。伊外号吼叫做鬼见愁。意思是讲，只要是犯罪人，伊一定有法度予伊接受法律制裁。哦，我本来阁想讲，恁有熟识安尼，会较好讲话讲。妈，不要紧啊，我见阿斌是无辜的，无得靠对着这款公事公办检察官，变得对阿斌较有利啊。哼，希望是安尼啊。您放心啦。我一定会替阿斌拍下这条官司。啊，好的，万叔家拜托了。谢谢，谢谢。阿斌，我许好了。嗯。彩云，我要离开代志。是安怎甲咱姐讲啊？咱姐既然已经知影你原谅明德，我想伊应该有心理准备啊。啊，不过伊对我这么好，佮真照顾我，我实在就怕再甲伊开嘴。不要紧啦，无我替你讲，
我想咱姐一定会当谅解的。等到是你，应该想讲要安怎对付邱振贤，安尼较重要。邱振贤到今嘛，搁咧怀疑我甲多拉熟识。前两天，伊搁摕多拉的手机甲我骗出来，我甲财报伊发现。啊，不过，伊今嘛既然搁咧怀疑啊，后一步，伊得搁用其他的方式来试探甲多拉。我唔对，伊疑心病就重的，又阴险狡诈，伊无可能安尼就放弃啊。若是让伊知影你甲多拉两个人联手要来对付伊，伊无可能会放你煞啊。恁两个较细腻。这我知影啦，啊，不过今麦上烦恼的是多拉，伊甲邱振贤行这尼远，搁常常见面，实在就危险的。这也无法度啊，要甲心梅提倒转来。这单你做啊！我有多拉，不要牺牲在这，我实在就对不起。冷静，冷静点，小心点。奶奶，重要休息下，你没离开哟。姐，是的啦。兰姐，我刚才分决定，你把这个头发洗掉。兰姐，我知影对我最好嘛，就照顾我的。啊，不过我了解。自从你跟明德和好以后，我就知影你早晚会离婚。是的，兰姐。从新梅提倒转来是你的心愿，我支持。兰姐，多谢你的体谅。只要你若转去哦，做新梅集团的董事长，你若袂离，爱来我家捧场。兰姐，这哪什么问题？到时阵加班哦，就会规定员工，若是要甲客户应酬，还是要办什么聚会？一点才搞关呢！阿南那我们都变成信美集团私人招待所，阿你们未歹呢。李板，哎，江先生，来来来，下坐下坐。你哪来家啊？啊，我们营业时间还没到哎。我们是来饮酒的啦。都叫叠楼哟，江先生打电话给我。讲有代志要找咱，所以我就请伊直接入来啊。是啥物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明仔载是我的生日，我伫我厝诶吼有办一个生日 party， 想要邀请三位美女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。拜托，我都几岁啊，我要哪是美女啦？江先生，你的嘴愈来愈甜，愈来愈好讲话啊。无啦。兰姐，你太过客气啊！你保养这么好，咱家的人客哦，一般都是因为你的。嗯，陈全，我就知影，阿婆姐啊，还有钟馗，拢为着你伫争风吃醋哦。哎，彩云啊，你听我讲，我拢是好朋友，是因无喜欢我，来甲捧场。那安尼，咱就讲定，明仔我就派车来接你，好不？江先生，歹势啊，暗时我爱挂掉。要不，彩云甲加分拄啊，假是头路啊。我想伊应该是有闲，你哦邀请伊。可是去参加 party 的都是你的朋友，我去跟我稀罕。这届吼，我嘛有邀请一挂美容业的同业来，到时阵恁嘛会当实在一挂人，对恁以后的事业嘛真有帮助啊。好啊，来替我庆生，刚我们叫你伟兰。第几届要请两个人，安尼左拥右抱，根本是过贪心嘛。彩云，也是你较巧，我就是要让人欣赏，我有这么水的朋友。好啦，嘉芬。
无咱就带伊，咱做伙去参加。好啦，那你听讲，你有没有想要什么新礼物？唔免啦，你会当来参加我的 party， 就是我上大的生日礼物，我就已经足有面子啊。兰姐，你看第一个这样甲我讲话，以后你的店啊是欠人手，就当叫来斗相共啊。你先讲，因为生气啊，我们要请你去江先生。兰姐，卖客气啦，我若是时间会当配合，我嘛愿意来跟你斗相共啊。好，你讲的哦。医师。小姐，你人怎样无爽快？我最近啊有睡眠障碍，暗时拢困袂去，有时阵啊困到一半就醒过来。你敢有咧食啥物药啊？无啊。要困之前敢有食啥物物件？我袂这个习惯。平常时啊敢有啉咖啡、啉酒还是食薰？我是有啉咖啡的习惯，啊酒嘛是有啉淡薄啊。要睏之前上好是卖啉酒。我就是因为睏袂起的时阵才啉的啊。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收过大？压力啊，是啊，最近压力是比较早搁较大。是工作上的压力收过大，还是最近生活上有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最近我妈才过身，所以我常常拢去想着伊。看起来你这是心理因素所引起的，我开一挂缓解压力的药哩。啊，啊，不过我若是去困袂去是安怎？缓解压力的药啊，嘛是有镇静的效果。安尼啦，我另外我开一挂低剂量的安眠药哩。啊，你若是真正困袂去时阵哦，再吃。多谢你，别客气。奇怪，敢若有人在跟踪我？敢真正是因为压力受大的关系？110号。啊，来，肖永和。每天三餐之后吃，剂量大致上有限。医生睡不着的时候才吃。谢谢。佩奇才要我爹吃安眠药。我爹房间。永和。来。这是咱结婚的菜单，你看一下，看什么所在需要改。佩奇。接过一个水晶球，这毋是？哦，啊，我着今日整理房间找着的啊。你看，这两件囥做伙，
心真细啊。佩奇，要买袂叮当的物件。哦，啊，歹势，我要袂管你走啊。莫涵啊，你哪要甲伊淡掉啊？咱唔知这是啥送的，伊目的到底是啥，咱嘛唔知影。像这种来路不明的物件，咱本来就不应该摕回来。是累啦。佩奇，是累啦。可能我最近压力有较大，所以我拄只讲话口气较歹。不要紧，是我家己也先甲你参详才对。应该问你的意见。可能是因为我正常在入睡的时阵，有人提物件来威胁我，所以我对这种代志会较敏感。歹势，我唔知影你有这种顾虑。假使人送来物件是有危险的。我若是害你受伤，我真正无道怪你我家己。好啦，我知影，我以后袂阁有白想物件。以后我若是有啥物做唔对的所在，你一定要甲我讲，莫阁对我大声声。我知影，以后我袂阁安尼啊。嗯。好啦，这菜单哦，你先看一下。餐厅那边搁伫等咱的意见呢。咱用看的，唔看袂准啦，无安尼啦，咱直接去餐厅试下看卖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行。行。渐渐变